哎，包元，你看看这楼道里边，几乎家家户户贴的对联都是跟高考有关系的。啊，有吗？嗯，我都没注意啊。这不好几家上面贴着京榜题名吗？我看见就写的是四季平安。哎，这有一蛐蛐。净关心这些没用的。不是，这有一蛐蛐。嗯，怎么了？看什么呀？看看。 哦，嘿，这真是著名的书香养院，这都几点了？11点48都没睡呢，啊？方一凡，你还好意思打哈欠？方一凡，你看看哪一家不是头悬梁锥刺股挑灯夜战啊？你就这样吊儿郎当，你这辈子考不取大学。你自己看看。妈妈说的对啊，你注意方式方法，也不是每一家，而且很多家都关着灯。哪儿不都亮着？ 这户关上灯，这户关上灯，这户关上灯。那几户都考不取的。哎，学区房确实不一样啊。你说我们要是住这儿来的话，哎，这方一凡成绩是不是也能往上提一提啊？成绩估计能提上去，但是这身体估计就熬坏了。你想，这整楼的人整宿睡觉，你不老说吗？这点子午觉有子午觉，是不是？肝脏正排，走，回家排毒去了。哎，走，哎，回家排毒去。 小圆圆起来了。嗯，嗯，起来来。哎呦，怎么了？来，嗯，哎，喝杯咖啡。行，不是泡文身，纹身那么香，几个意思啊？这是啊？早上起来给我来杯咖啡呀，这待遇也太高了吧？爱心手冲，温度合适吧？ 嗯，好喝。哎呦喂，你这服务早上给来杯咖啡，啊，床上喝。嗯，哎，别着急啊，难得这么一机会，我慢慢品一品。品什么呀？赶紧喝，以后每天早上都有，够你喝的，快。嗯，每天早上都有。嗯，赶紧的。嗯。 几点了？我这样，我喝完咖啡，我早上就给孩子买早餐去。别，买什么早餐？早餐还没出摊呢。啊，刚刚4点半。妈，就几点？4点半。你这4点半你叫我起来干嘛？你这怎么让我上天安门去看看圣波旗去啊？你不是要去厕所批奏折吗？是吧？早朝时间到了，你赶紧喝了咖啡，好去批奏折去。快快快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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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媳妇，我又不是机器人，我这底下没开关，我怎么上那一拧就能拉出屎来啊？ 你先躺，我再让我睡会儿。对，我再睡会儿，让我再睡会儿。对，躺好。再躺一会儿。方圆，你以后每天早上都要给我提前1个小时起来，既能保证你的作息，又不跟孩子抢厕所。这高三不仅仅是孩子们的高三，也是我们的高三。你要一切行动停指挥，一切措施保高考，听到没有？你是不是就是为了磊儿？还有方一凡，可以早上起来多点时间跟厕所里边混，就把我这么早叫起来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啊，行吧，那我就适应适应吧。谁的孩子谁心疼。 我不下地狱，谁下地狱啊？哎，有点感觉，有点感觉了。打个嗝也没感觉了。好好跟你游泳，那你别说话。哎呦喂，哎呦，哎，不是，有感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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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这是分班考试的第二天，你看看。 这些孩子们呀，全都愁眉苦脸的。也是，这次学校突如其来的分班考，让学生们措手不及，也让我们这些家长们无从准备。基础班、平行班、冲刺班，不一样的老师，不一样的本科率。学校的初衷是为了因材施教，可作为家长，我相信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孩子就是基础班里的那块料。 你看着老板呢？哎，记着，就是，好好学吧。
这第一的宝座可被林磊儿抢走了，他还真是个大神呢。什么大神？就是一篡位者。我就让他待一段时间，然后我就给夺回来。这上面怎么没有季洋洋的名字？也没有方一凡，好像对方一凡的也没有。这有什么好找的呀？方一凡的成绩啊，一直都在直线下降，估计得垫底了。主播，他俩在这儿呢，是什么情况？这下可麻烦了，他俩得被赶出我们班了。我记得之前李老师说过，好像说这次成绩作为分班依据。哎，估计以后都见不着了。见谁啊？啊，我在这儿呢，我在这儿呢。不是见谁，是见不着谁。见不着谁？我也不走啊，怎么可能见不着？你这什么情况啊？垫底儿，这可真是头一回啊！方猴，你这是故意的吧？你们俩难兄难弟，这是要双宿双飞的节奏啊？什么双宿双飞啊？明明就是实力不济。哎，方一凡，你呀，赶紧到基础班去报道去吧。行了，你别说了啊！我也看你成绩了，也没好到哪儿去。我呢，就是个鸡尾。就是个凤尾，反正俩尾巴，没准咱俩以后还是同班同学呢啊！好好努力，加油，到时候见啊！有病！你说谁有病？哎，孙飞，别跟他计较。哎，他说话就那样，挑资料吧，谢谢。其实我找李老师问过，他说我这次物理考砸了。喂，哦，快递是吗？哎，好，我马上过去取啊。好嘞，好嘞，你谢谢你。快去，快去。有个神秘的大礼包在等你，又是你捣的鬼。嗯，行吧，兄弟，那我们就挥泪告别，有缘再见，走。哎，小心。好，拜拜了您嘞。拜拜。桃子，那我先去取快递了。拜拜，拜拜。哎，你一会儿上门口等我啊。哎，桃子。那个什么，就我前一阵吧，物理一直是我强项，结果这次考试掉下来了，那怎么回事？怎么办？我告诉你最直接的吧，你现在就去办公室把你的卷子拿回来。你不看你的卷子，你怎么知道你错哪儿了？自己回去琢磨琢磨。你实在不行，你再去问老师吧。对，问老师。对他没准给我判错了，不行，我得找他去。肯定判错。我说你能不能靠点谱啊？就是收着快递的时候，我吓得我魂都没了。哎，我说好了。这就是生日礼物，到时候你在生日时候别管我要了，我不认账。你可真够鸡贼的。可是你说这整这么一大盒，我妈发现不得把我给宰了？你可不知道，上回我爸送我一乐高，我妈就给没收了，我可真是怕了。要不你先帮我收着。是不是不是，你怎么那么笨呢？你这么大拿手里，当然会被发现了。你放包里，虽然那么大也肯定被发现。我给你换成为零不就完了？你看，你把这零件装包里，不就发现不了了吗？这盒多占地儿。那你把盒给我好好留着做纪念啊。这纪念一会儿就给你扔。现在就真的是只能求上帝保佑，别让我妈发现，不然我就完喽。你方大爷保佑你，肯定不会被发现的啊！行了，我任务完成了，该回家吃鸡去了。哎，不是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这是鱼啊还是二哈呀？记忆只有几秒是不是？你刚刚看到分班结果的时候不挨丧没打眼的吗？这回咋一点事儿都没有还吃鸡？别提了，我是可以不提，但是方叔叔跟童阿姨这回不得把你给吃了？吃肯定要吃，不过一般都是我妈单独吃，我爸在旁边加佐料。这样你把卷子拿出来，姐帮你分析分析。不用分析啥分析，我拿着卷子就随便看看。最主要是什么呀？不是我考的差，是我在季洋洋后面，我很生气呀。这个真是。英子，咋了？季洋怎么在这儿？他俩干啥呢？
今儿咱俩一起走了，他们俩就结伴了，没毛病啊。结伴？季阳不住这儿啊，桃子住着我知道啊，他要送他回家啊。你打住打住，别胡思乱想啊，我们都住一小区，一起上下学很正常。季阳不住东边吗？他刚搬过来啊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咱们现在同学好多都住这儿，因为离得近，路上能省掉很多时间。英子，这么重要的信息你都不告诉我？我告诉你能咋样啊？我是不能怎么样，但是我可以想办法呀。你能有啥办法呀？有种你搬过来啊。行了，我走了啊，拜拜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吃饭呢，给忘了？没有，那个今天分班考成绩出来了，然后我进快班了，回来告诉你一声。嗯，顺便上个厕所。我其实已经知道了，我给你们李老师打过电话，他说你这次考了第二名，还可以。嗯，是，这回第一名被林磊人给抢走了，我也没想到他那么厉害。我知道了，不过呀。高三以后每天都有考试，没事儿，下回好好考就行了。您没生气吗？那有什么好生气的？这次让人超过了，下回咱夺回来，这还怕呀？咱下回更努力一点啊！好，那我上厕所去了，快去快去。哎，上厕所还背着个包，不嫌重啊？快去吧。我可没想翻你书包，我本来是想把你卷子找出来帮你先改着。这卷子不在里边。这里面什么呀？同学送的生日礼物。这都高三了还玩玩具，咱哪有这时间呀？这不是同学送的吗？我再说了，这好不容易考完了，您不让我松快一下，高兴一天吗？都考第二了，还有什么可高兴的？刚才我都没好意思说你，这次考成这样，那下次呢？下下次呢？高考怎么办呀？我跟你讲，高考可不是百米冲刺，那是马拉松，有的你努力的呢。要依我说啊，高考以前这些玩具就妈妈帮你保存吧，行吗？那你算同意了啊。跟你爸去吃饭吧，早去早回，别要弄得太晚。英子，呀，这儿，爸，来，过来，英子来了，快坐，来坐这儿。小孟阿姨说好久没见你了，也一起来了。小孟阿姨，是啊，好久都没见到你了，真是越来越漂亮了。嗯，英子，我不会打搅你们父女之间的聚会吧？没有，没有的事儿，没有。你看啊，你爱吃的鸭肠啊、毛肚啊、午餐肉啊，爸爸都给你点了。
你这回考上冲刺班了，想吃什么随便点。来，闺女。好。英子，你看你爸对你多好啊！我跟他在一块儿，从来都没有见过他这么高兴。夸张了啊！我对你也不错。英子，嗯，这次考上冲刺班了，马上要过生日了，咱是双喜临门啊！爸爸给你准备了个超级惊喜。超级惊喜？什么呀？老郑，哎，你把东西拿上来。什么东西？怎么搞神神秘秘的？等你证书上来你就知道了。点呀、啊，好，马上给我加个青笋。嗯，好久没吃火锅了，要是我妈呀，肯定不让我吃。这就是你妈发的吗？你甭理她，想吃什么点什么啊，随便点。哎呦，媳妇儿回来了！你回来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？我也刚回来，刚进屋，换身衣服，吃个面条。沙发没坐热乎，电视刚打开。哎，对你饿不饿？我给你煮个面条，握个荷包蛋。不想吃，没心情吃。怎么了？没心情吃饭了还？天都塌了，吃什么饭啊？还吃？天怎么又塌了？单位的事。你看一下。哟，分班出来了，可以啊，林磊儿冲刺班，方一凡呢？你别烦了，我问了李萌了，啊，倒数第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不应该呀、啊，一个正数第一，一个倒数第一，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一个考得好，一个没考好，说明我们家的遗传基因优秀的一等一，全被你们家拖累了。你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怎么还基因还来了？这是你给我解释一下。磊儿是我们家的人啊，嗯，考一个正数第一啊。方一凡你的种啊，考倒数第一啊。我这童姐，你这个没有逻辑吧？方一凡他也有你的基因啊。如果说方一凡没有谁的基因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他有可能没有我的基因，但绝对没有可能没有你的基因。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？我听不懂。啊，听不懂那就看出基因是怎么回事了。啊，不说基因的事了。我觉得是这样，既然他是一个这个分班考是吧，他已经考上这个结果，我们先接纳这个结果，然后我们再想办法来解决他，你觉得好不好？我觉得不好。我们接纳有什么用啊？他将来考不起大学，他没有工作，社会接纳他吗？他没学历没文凭，他哪个单位接纳他呀？他没本事挣钱没本事养家，哪个女朋友要他？也许他下一次就考好了。什么下一次？不能下一次了，就这一次，他回来我就收拾他。哎，我正想跟你说呢，我觉得咱们这方式方法可能有问题。你看啊，每一次他考得不好，你就发脾气，你发脾气刺儿他，他心情受影响，啊，他也沮丧，他也觉得自己不行，也没信心，下回考得更不好，是不是？考得更不好，你更沮丧，你更伤心，你更生气，他也更难受，这是恶性循环。我觉得是这样啊，我们应该呢用一些这个新的方式方法，用一些别的手段，对吧？好，就听你的，上手段。动漫、游戏，全给他没收了。多吃点啊！我觉得这家的好吃。好吃吧？肉好了，吃肉。哎，你别光顾着我。我去！我的个妈呀！这也太牛了吧，老伴儿！老郑，坐下来一起吃的。啊，不巧，我呀吃饭晚，这时候不怎么饿。这么，你们慢慢吃，我呢上外头溜达，有什么事您再叫我。好嘞，好嘞。老爸，嗯，这可是我最爱的《星球大战》啊，太牛了！爸爸，我爱死你了！哎呦呦呦呦！哎呀，喝喝喝！哎呀，这眼镜，我天，喜欢吗？喜欢啊。啊，但是这也太贵了吧。这不贵，这点钱算什么呀？我闺女要是喜欢啊，爸的命都是你。我说什么呢？老乔，嗯，你也是飘了，8000多买一玩具，你还说不贵，都给我买个包来了。包够多的了。再说，
这是玩具吗？这是英子学习用品。哎，万一这个让英子实现了航空梦呢？那这就是火箭助力剂，对不对，英子？对对对对。行行行行，先收起来，收起来，先吃饭，先吃饭啊！回家再聊。吃饭，来，过来吃饭。但是，爸，嗯，你整这么大个乐高，我妈要是不让我收咋办？以前她不让你收啊。那是因为我没有什么送你礼物的由头，这次不一样了。你看，你考上冲刺班了，马上又过生日了，这是老爸送你的生日礼物啊。他要再不让你收，你跟老爸说，老爸跟他理论。好，那谢谢老爸。客气什么？差点忘了，自拍呀，咱传统不能丢啊！来来，你吓我一跳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自拍啊！来，准备好啊！三二一耶，来横着拍一张。三二一耶，哎，老乔，我跟你们一起拍一张。哎，等会儿，这两张好像有点虚。来来来来，再补一张，来，再重拍一张，跟老爸重新拍。老乔，跪着，一二三，得拿碗葱花，加碗小料去吧。二三，哎呀，英子，你看啊，每一次啊，年年你考好了，你跟爸爸都有合影。哎，你看这张没有？扎了两个小丸子头。看了，我的妈呀！快吃饭吧。还有，小孟阿姨跟这儿呢，您就别对我太好。我不对你好，我对谁好啊？你是我亲闺女，我是你亲爹。全世界没有比父女更亲的，知道吗？你说这么多年，你妈呲儿我，为什么我不生气？那就是因为她给我生了你这么个闺女，我这心里一辈子都感激她，知道吗？嗯。方圆，过来帮忙。好嘞。说是换个手段，不是上手段，那不成渣滓洞了？真是。去拿两个整理箱过来。哎，你，哎，你还是得注意点方式方法，别当着他面再摔摔打打的，好吧？我知道，我会控制我自己的。真控制啊？知道了。老乔。哎。给你拿了点葱花。刚才拍的怎么样啊？太好了。那给我看看啊。来，看。你妈又催你了啊？嗯。别理她，吃饭啊。好好吃饭。该吃的时候就吃，该玩的时候就玩，哎，只有会玩才会学习，知道吗？老乔啊，这是哪年照的呀？你怎么那么帅呀？这几年前吧，这都不算帅，我还有比这更帅的呢。我再早先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是长得那颜值还是可以。那你给我找出来让我看看。这都不在手机里，哎。英子，你那儿有爸爸以前的照片吧？有啊，啊，在英子那儿。英子，那你抽空的时候一定给小孟阿姨找出来看看，我特别好奇你爸年轻时候长什么样。行，那爸你什么时候要，我给你送过去。不用，什么时候你妈不在了，我自己去拿。那老乔，你可得抓紧了，别耽误了咱们的正事儿。什么？正事儿，没什么正事儿，爸爸就没正事儿。来，来，举杯，祝贺我闺女考上冲刺班，祝我闺女分数越来越高，人越来越漂亮。干杯，干杯。你慢点。啊，我都跟您说了少喝点，你看您现在步都走不稳了。今儿高兴啊。再说走稳走不稳又怎么了？有我闺女扶着我。
爸。哎，老乔，你慢点儿。我得先回去了，您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是不是你妈又催你了？啊？来来来，我给她回，我回。不用不用，没事没事没事，真没事。你妈就是一老巫婆，她说爸爸什么你别听着，她嫉妒爸爸，别理她啊。哎呀，老爸，您还不了解我妈吗？她要是说啥我敢不听的话，那完了，她又得变着法的让我学习，所以你就让我好过一点吧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你等会儿，你这么大乐高你还没拿呢，来，老爸送你回去。哎，不用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自己走就行。您可以让郑叔叔送我就行，您就跟小孟阿姨一块回去吧。哎，老郑慢点开啊。哎，乔总放心。好嘞。哎，好。英子到家了，给爸爸发微信啊。好的，放心吧。好，拜拜，英子。拜拜。哎呀，我这闺女啊，是越来越懂事儿。这才是我贴心小棉袄呢。我不贴心啊，我今天让你别喝酒，你听吗？你今儿怎么回事啊？平时我喝酒你不拦着呀？我今天我都算好日子了，你不是喜欢女儿吗？那咱俩就再生一个呗。咱俩在一起都三年了。怎么了，眼睛？迷眼睛了。Real， 来走。草丛里有人啊。Reason， 对。Reasonable， 接着去二楼，二楼，脚步声，脚步声。来走，和我三一上啊，三二一上上上。来，哎，漂亮漂亮漂亮。大哥，啊，怎么了？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什么呀？你这次考的不理想，小姨小姨夫肯定会说你的。哎，无所谓，我都习惯了，见招拆招，我没有压力。你倒是没什么压力，我还挺有压力的。你有压力？你有什么压力？你都考年级第一，你有压力？700多分了，哎呦我天！来，你跟我说你有什么压力？你说出来我都服你。你有压力？来北京之后，我就发现，北京的卷子是比老家的简单点儿啊，但我这分数考的还没在老家的时候高呢。那你在老家多少分啊？我看了一下卷子，这问题就出现在英语上面。我这单词还得好好背。天啊，老天，你都在我身边安排了什么人啊？一个闪电劈死我吧！啊，别劈我，劈他！我说你吓死我了，你干嘛？方豪，你现在跟哪儿呢？江湖救急。我都快到家了，怎么了？哦，你被绑架了？哎，那你小区门口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到了。哎哎，不不，你来我家小区门口干嘛呀？你要债还是要命啊？哎，你甭废话了，见面说吧。行，那我先挂了，拜拜。哎，两人等会儿啊，嗯，等等人。郑师傅，您前面右拐，然后靠边停一下。嘿，哎呦，姑奶奶，你这够快的，这才2分钟。我跟这附近吃饭呢。Hello， 过来过来。干嘛呀？帮我藏个东西，藏你们家。藏什么呀？藏你啊！啊，不不，你太大了，藏不了。说什么呢你？我去给你拿啊，等一下。郑叔叔，能帮我开一下后备箱吗？我同学想玩一下乐高，我们说好了的。行行。这事儿千万别告诉我爸成吗？好好。谢谢您。那我帮你拿。啊，不用，我自己拿就成。哎。慢点啊。哎。你们有点眼力劲儿没有？好好好，来来来，好，来，英子，谢谢。来来，是，你看磊儿劲儿就是大。来来来，慢点慢点慢点，来，真够大的。就是他了。这个这么多片儿都得一片一片拼啊。那可不。哎，这就是那有名的8499啊。说正事儿，帮还不帮？这这么贵，不会是你偷来的，是赃物吧？哎，犯法事咱不能干啊！什么赃物不赃物的？这是我爸送我的。你爸送你的？嗯。这么大，我靠！那我还送你那小的干嘛呀？我有那钱，我都请你吃东西去了。哎呦，我真的是。你干嘛？你还说呢？
你都不知道我有多郁闷。你刚送我的乐高就被我妈给没收了。你妈这么霸道？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她。哎呀，所以说呀，你这回真的得帮帮我。不是，你让我怎么帮啊？我本来今天就没考好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我妈说呢。你给我整一阵，我怎么说呀？哎呀，我不行了，这才考验我们革命友谊的时候啊！一个字儿，帮还是帮？行，好，帮，行，我帮。那就这么定了啊。然后你们小心点啊，一定要轻拿轻放，别给我弄坏了。然后我找个机会再来拿，谢谢你们了，拜拜。啊，姑娘，您慢走啊，这东西我就拆了，回去帮你验验货啊。你敢拆，我把你拆了。那个，拜拜。慢走。英子，啊，我的书。哦，对不起啊。没事，人什么东西都没。得了，赶紧走吧，注意安全啊。帮我好了。好，拜拜。谢谢。哎，磊儿，你干嘛呀？你拿着这回去。我怎么跟我妈说呀？啊，你看这标还在呢。啊，我帮你撕了。不是，哎，表哥，叔，你摘了也没有用，你摘了它体积没变，我一样拿不回去。这个被小鱼知道了有什么不行的吗？就是，哎呀，我一时半会儿给你解释不清楚。哦，那怎么办？哎，我有办法了，不过咱俩得配合。行，怎么配合？爸呀，哎，都理好了吗？行，哎，这垃圾袋不用了，都搁箱子。垃圾袋不用，对啊。看看啊，它还在这边呢。搁在储藏室。啊，行，把它挪上去。哎，回来了。啊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小姨。啊。哎，怎么了这是？我头疼。啊，头疼。嗯。哎，快。然后肚子也疼啊，脚也疼，脚也疼啊，对，腿，浑身疼啊。嗯。哎呦，我给摸摸看，是不是发烧了？来，怎么搞的？真疼。来，慢点。什么时候开始疼的啊？烧不着，摸摸。看看啊，好像有一点儿。嗯。不烧，凉的，冰凉。嗯。哎，中午学校吃的什么呀？中午吃的是米饭和炒菜。那其他同学有没有这样不舒服？那他哪知道啊？嗯。那你晚上吃的什么呀？晚上表哥带我吃的，我们没吃过。哎，对，方一凡呢？哦，表哥在我后边，应该马上就回来了。嗯。你使舌苔伸出来给我看看。啊。看看他舌苔有点白啊。嗓子痛不痛？嗯。头晕吗？嗯，头晕的话，那可能还是感冒了。啊，是不是今天穿少了？你要觉得冷，你要和小姨说啊。嗯，那就先喝点热水，好吧？喝点水。着凉了，不是吃坏的事，就是不太适应北京的气候吧。那打喷嚏啊，会不会是过敏了，还是着凉了呀？还之前有鼻炎吗？我觉得方圆好像还是感冒了。先别着急，再观察。那这肯定是感冒了，是？那你给他拿点感冒药吧。啊，这是感冒了，吃点感冒药吧。啊，先吃点感冒药。嗯。别起来，坐着了。嗯。冬姐。啊。你药搁哪儿了？在柜子上啊。我知道，这是这么多药，哪个药啊？你就拿感康就行了。你自己泡的，这不知道是好几种呢。笨死了，拿个药你都不知道，就是那个能贴的那个都找不到。我来。
哎呀，哎，怎么了，冯一凡？没事，我这上来，他在底下拖点时间。你弟弟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对你怎么样了，磊儿？你还哪儿疼吗？现在好多了。头怎么样了？还疼。哎，凡凡，你晚上带弟弟吃什么了？其实也没吃什么，吃了点这个沙拉、三文鱼，还有这个啊，还有个奶昔，都是凉的，肯定肚子吃坏了。吃这么杂呀？啊，这也有可能不是吃的关系，可能就是我们着凉了。你怎么样？你难受吗？我，哎呀，我也有点头疼。也可能热伤风。这食物中毒啊？不会吧？不会。等一下，这是先糊糊糖会儿吧。哎，好。你把药给我吧，一会儿我就给他们。好。就实在不行就吃一片。那要是不舒服的话，还先空空肚子，好吧？晚上。慢点。先躺呀。想吃东西就跟我说，晚上不能吃别的，就喝口粥。好。要是饿的话，最好别吃。是方一凡，他也不舒服。不是，咱把他约完这都说了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哎，我去，对啊。怎么了？方一凡，爸妈把你这些玩具、这些东西、书都收起来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就是啊。是你们怎么随便就把我这些东西收起来，也不跟我说一声？哦，我知道了，高三了，你们想让我努力学习，好好学习，能理解。那行，那你写作业吧，啊。这个表现应该还算是就是懂事儿的，就是。你爸送你的？没有，他喝了点酒，郑叔叔送我回来的。哦，对对对，以后他要喝酒了，千万别让他开车啊。好。哎，英子，这吃火锅了？哦，那这味儿特大啊！我一会儿就洗澡，把衣服给洗了。哎，不用，洗衣服你把脏衣服脱了，搁在那个脏衣桶里，我一块洗了啊。没事，我自己洗就行。我还以为您生气了。为什么？哦，我就这么凶神恶煞呀？嗨，不就吃个火锅吗？你跟你爸又不经常一起吃饭的。一会儿我弄点凉茶给你去去火啊。谢谢妈，你最好，你就是我的女神。瞎说，就这儿拍马屁。不过这一个月就别吃了好不好？到底还是上火，是不是？好吧。那我去洗澡了。等会儿，那个妈妈有话还跟你说。来，大点声。去。你坐，坐，坐这儿。咋了吗？是这样哈，你看开学第一次考试，你考的还是挺好的。妈妈其实挺开心的。没过几天你就要生日了，妈妈本来想等你生日再把礼物给你，也不差这几天了。那这个护眼仪，你学习累的时候可以按摩按摩休息一下。
喜欢吗？喜欢呀、啊，哪有不喜欢啊？您送我啥我都喜欢，谢谢妈妈。你看今天吧，妈妈把你那个乐高给没收了，其实妈妈心里也挺过意不去的。妈妈也没办法，这不高三了吗？时间太紧了。我知道啊，这不是说你啊，不是说你的错啊。嗯，这生日礼物同学送的也没法挑的，所以妈妈才出这个下策，说帮你先保存一下。但你放心，你一旦考上了大学了，妈妈就还给你，到时候出新的，妈妈还给你买，好不好？嗯 ，Happy birthday！ 哇！从来不畏惧梦落空，命运之光照会我，越挫越勇。哪怕要从高处俯冲，坠落摇晃唤醒我的真容，乘风踏浪。哪怕昨日孤独迷茫，执着前方，像野马般拖着织记梦中的长空，如一望无涯，你的笑却灿烂如夏，年少时的话全都实现了吗？时间是最好的回答，勇敢吧。